厨房燃气泄漏，请迅速处理。燃气阀门关闭成功，请打开窗户通风。很抱歉，任务失败。烟雾较大，请弯腰前行。请对准火焰的根部进行喷射。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地震发生时，在屋内要沉着冷静，就近躲避，不要往外跑，更不能跳楼。国立南四路第二级，锈色铁。请迅速关闭厨房内火源，防止发生火灾。请用毛巾捂住口和鼻子，以防吸入灰土。找到可以保护头部的枕头或靠垫等，迅速找个安全的空间避险。车辆靠右，追线前行，向左打死方向盘，回正方向盘。直角转弯，考试通过成功。形成热带气旋，而北半球夏季南北气流相遇时，又经常会产生逆时针的转动气流。一旦这样的力量影响到热带气旋，就会使它逐渐变成一个类似水漩涡的巨大空气漩涡。台东预警分别以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表示。台东蓝色预警信号表示，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、